被称为“宋服之冠”的丝绸服饰是在哪里出土的？他们的主人是谁呢？敬请关注《镇馆之宝：八百年前的南宋衣橱》上。 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收藏着一批非常珍贵的南宋时期丝绸服饰。这批服饰虽然历经八百余年的岁月沧桑，但是却依然保存完好，数量众多，品种齐全，信息完整，令人震撼。同时，它们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高规格的南宋丝绸服饰。 甚至在出土之后被誉为“宋服之冠”，为研究南宋时期服饰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那么，这批丝绸服饰是如何出土的？它们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陪葬这么多的丝绸服饰呢？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洋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镇馆之宝：八百年前的南宋衣橱》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家讲坛。我们知道每个城市呢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想集中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去了解一个城市的故事，那么我们应该去哪些地方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去博物馆。那么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里面，如果你现在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的话。 就会看到里面有一大批非常珍贵的南宋丝绸服饰。这批丝绸服饰呢，品类非常多，种类非常的丰富，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它一经出土之后呢，被当地的专家学者很自豪的称成为是宋服之冠。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批珍贵的丝绸服饰是如何在黄岩区博物馆得到了陈列展示的呢？它是怎么样的出土的呢？ 在出土过程中，他又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的目光可以投向三年前的一个考古发现。那么，我们时间呢，回到了二零一六年的五月，那么就是三年前，那个时候在南方应该就是夏天了。在五月三号的一天呢，在浙江黄岩的一个农村，一个姓杨的农民在自己的家里的宅基地里面造房子。 我们知道，农民造房子在自己宅基地里面造，就是自己非常随意的。这个时候呢，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挖着挖着，这个姓杨的农民呢，就发现了一座棺材，还有旁边一些古墓。这个时候，这个杨姓的农民呢，还是比较有保护意识的，他立马停止了作业，并且呢，他也吃不准。然后他就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呢，给叫回来了。这个时候。 他儿子回到家里面，仔细看了一下，嗯，觉得这可能是一座古墓，他们就采取了非常正确的一个措施，就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报案之后呢，同时通知了黄岩区的博物馆。那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黄岩区博物馆呢，就立即向浙江省文物局进行了汇报。浙江省文物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把这个指令传达给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五月三号下午一直到晚上九点那一阵子，这个古墓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这就为后面的一些重大的考古发掘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和保证。事情到了第二天呢，五月四号，我们浙江省文物局呢就指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到了现场。其实这个现场呢，距离杭州还挺远的。 这个考古专家是非常著名的宋元考古专家郑佳丽，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这个时候呢，郑佳丽凭着他多年的考古经验，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他觉得这是一个南宋的墓葬，因为从她的葬式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砖式的一个石板墓，同时是男女同穴的，所以这个呢跟浙江省。 在南宋时期的一些考古的发现有非常大的类似之处，所以呢，大家就认定它是一个南宋的一个古墓。在他的考古笔记里面，他讲到这个可能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一个考古发现。于是呢，在下午在考古工地，他就立即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还有浙江省文物局的领导继续做出一个汇报，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重大。 同时，他在汇报的过程中呢，他就强调了几点：，第一个，要求黄岩区地方政府加强对考古现场的保护；，第二呢，希望能够协调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能够到现场协助考古发掘。这个时候呢，我五月四号的傍晚，其实我呢是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杭州，那个时候杭州已经是暮色四合了。 在街头呢，我接到了浙江省文物局的一个指令，于是呢，我就给还在考古现场坚守的郑家地打了电话。在电话里面，我大致询问了一下考古发掘现场，呃，最主要是考虑到棺木的问题。郑家地说棺木非常完好，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于是呢，在电话里面呢，我就做出了一系列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细节的要求。 包括希望黄岩区博物馆能够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场地，能够有顺利的上水和下水，因为要排水，还要能够通风良好，同时还要为了可能出土的一些文物，准备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装具以及相关的一些劳动防护用品之类的。郑家丁呢都一一记录下来了，他也非常如实的、非常详细的向黄岩区文化局的人做了一系列的布置。 这个时候呢，我在电话里面最后我就跟郑佳丽说：“刚刚那些事情都记住了，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就是放水，放水，放水。”那么很多观众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放水呢？放什么水呢？其实对于一个考古专家来讲，他非常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南方地区潮湿多雨，地下水位非常高。 一般的墓葬里面都会有积水，尤其是棺材。棺材里面的积水呢，我们在考古专业里面叫做“棺液”。如果不放水的话，那么这批纺织品文物里面可能存在的有机质文物都会随着运输毁于一旦。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呢都一直是土葬的。那么在他埋葬到地底下的时候呢，他身上一定会穿很多很多的衣服。这样的话。 如果一旦有考古发掘，那么丝绸呢，保存下来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棺木足够密封，这个墓葬足够考究，我们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或多或少的纺织品文物。我们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湿千年，干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这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讲的不同的埋藏环境对丝绸文物。 纸张、文物等有机质文物，它的保存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幅员非常广阔，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西北，像新疆啊这些地方，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几千年前的丝绸文物，就像新的一样，非常的完好。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它是干燥埋藏、干燥出土的。 那么这些丝绸就可以很有效地保存下来。那么对于南方地区，像两湖两广这些地区，地下水位很高，丝绸文物都浸泡在这个棺液里面的话，那么它也可以保存下来。只要没有地震、没有盗墓，它也是能够保下来的。就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长沙马王堆两千多年前的那些素纱单衣，这就是这样的道理。对于像陕西这样的黄土高原地带， 它的地下水位忽高忽低，那么对于它埋藏在地下的丝绸文物来讲的话，可能就保不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很难找到非常漂亮的丝绸文物的这样的缘由。在很多年以前，纺织考古的权威专家王旭先生就曾经把中国的纺织考古分成了这几个区域和特点。那么对于我们南方地区来讲的话，它里面的。 棺液是非常有可能存在着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好足够的预案。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墓葬埋下去，它如果足够密封，年长日久，地下水就会通过棺木、通过土层渗透在棺材里面，然后慢慢慢慢地累积成了棺液。这个时候，人的尸体的分解物、微生物、细菌各种各样的因素呢，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共同作用。 这个时候的丝绸文物，其实它已经处于一种非常的脆弱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不事先放水，那么带水运输，那么随着这个运输过程中的颠簸呀，还有震动啊，这些文物就会瞬间的瓦解，化为虚无。所以，这个就是王旭先生也曾经再三告诫过的：有机质文物切忌带水运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电话里再三强调。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放水，放水，放水。当时人们说不可能的，这么完好的一个棺材，里面怎么可能有水呢？后来郑家的再三坚持，说必须要放水。如果明天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一来看，一棺材的丝绸都晃成一锅泥汤的话，这个责任谁负？后来他们的确是万般无奈，找来了电钻，在棺木的底部打了一个小孔。果不其然。 里面汩汩而流的官液，据说流了一个晚上。这个是第二步，这批丝绸文物能够保护下来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不放水的话，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在黄岩考古现场，随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场面逐渐混乱起来。为了文物的安全考虑，考古专家决定不在现场开棺，而是将文物转移运回到黄岩区博物馆，再进行系统的清理。 发掘，最大限度的保护出土文物，但是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过程却进行的并不顺利，仅仅是开棺一项工作就费了一番周折。那么，在对这个神秘墓葬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都遇到了哪些难题？开棺后，等待人们的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到了第三天，也就是这个古墓面世的。 五月五号，那是一个非常紧张又非常有序的一天。这一天呢，兵分四路开始了考古现场的一个工作。第一路呢，是早上七点半，考古工地就开始起运这个棺木。此时，这个棺木的底部的小孔里面已经不再有棺液流出了。他们非常小心的把这个棺木从的墓室里面提出来，放在一个大卡车上，一路上。 他们小心谨慎地缓缓地开。其实距离考古工地的黄岩博物馆呢，只有三十公里，但是他们从早上七点半开始动身，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半才到达。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如何一路小心翼翼地押送着这个棺木到达了黄岩区博物馆。第二路呢，是黄岩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紧锣密鼓地按照我们列的那些清单在准备场地啊、材料啊。 装具啊，防护用品啊，包括接水的水管，一系列的。第三路呢，就是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领导。第四路呢，也就是我们中国丝绸博物馆组成的专家小组，由技术部的主任汪志强，还有我周洋，另外还有两位修复师郑海英和罗航斌，我们四个人也带着随身的工具，必要的一些工具，坐着高铁呢，奔赴黄岩。 其实我们出发的时候呢，呃，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等待着我们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样的出发对我们来讲不算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样的出发在以往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也经常遇到。当然，无功而返，没有任何收获也是常事。到了傍晚的时候，七点半左右，我们所有的人马都聚集在黄岩区博物馆。 那个时候，黄岩区博物馆还没有开馆，但是呢，它整个的室内的空间呢还没有完善好。黄岩区博物馆呢就在他们的一个馆舍外面的一个大屋檐下面搭了一个棚子，因为那个时候南方很多雨，工作场所必须要能够遮蔽风雨，同时又要通风良好，因为开关它的味道啊，还有它的通风啊，它都有一定的要求的。 同时还有根据我们的要求呢，也从很远的地方接来了水，因为可能面对着大量的文物清洗的工作。这个时候呢，这个棺材已经安安静静的放在那样的临时工棚里面，就像一个沉默的老人，用沉默来缄封自己的过去。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这是谁的棺木，它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它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后来大家就决定了。 从七点半开始，我们准备开棺。其实这个棺木是做的非常考究的，它是一层一层的用朱漆给修饰起来的。同时，在棺盖跟棺身之间是有非常的密实的松香啊，这样的把它给严丝合缝的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棺木不是今天它不凄然的出土的话，它继续埋在地底。 应该还能够长长久久的保下去，但是呢，既然它已经重现天日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保护和一些研究。开棺的工作进行的非常的辛苦，我们知道整个棺木严丝合缝、榫卯结构相互扣连着，要把它打开，又要最大可能的保护棺木，因为这个棺木本身也是文物。 这个是非常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的。后来大家想了很多的办法，也是在一个非常懂这个榫卯结构的一个木匠的一个帮助下面，以最小的损伤把这个棺木打开了。棺木打开的第一瞬间，第一时间，我就凑进去看了一下。我一看之后，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在棺盖跟棺身。 这个十厘米期间，已经有很多的像蛛丝网一样的这样的丝绸粘在上面。我的直觉告诉我，里面的丝绸一定还在，只是因为年长日久了，当时满满当当的一棺材的丝绸呢，随着这个官液的进入啊，随着这个自身的降解呀、啊，它慢慢慢慢的就往下降了。那么在放水的过程中，这些整体的下降的过程中呢，有一部分。 就粘在这个棺盖上面，这说明我们看不到的棺木内部一定有一大批丝绸在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清理。我现在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开棺的场景，那个时候下着雨，那个雨滴在雨棚上面那种感觉，然后开棺之后的人们的那种惊喜。其实开完棺之后，到了晚上的十二点。 我们知道，我们兵分四路那一天是一个非常的紧张有序的一天。到了这个时候呢，人们已经非常疲惫了，同时呢，也是为了让这个棺木能够，因为开棺之后，它里面很多毒气啊，还有一些气体啊，能够散发一个晚上，也为了大家养精蓄锐，所以大家就约定，今天的工作呢，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先回宾馆，呃，洗洗睡了，第二天迎接一场大战。 到了第四天，也就到了五月六号早上八点半，我们按照约定，都集结到棺木的周围。这个时候呢，棺盖被移开了，棺木整个的就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果然，这里面的确是一棺材的丝绸。这个时候呢，接力棒自然就从考古队员的手里转到了我们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这个手中。 中国丝绸博物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是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我国各地的纺织考古，尤其是纺织考古现场的应急保护。由于稍有不慎，就会对珍贵的文物造成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所以这极度考验现场考古工作人员的经验、技术和体力。 那么，纺织考古有着怎样独特的工作程序？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们是如何对黄岩这一墓葬进行应急保护性的考古发掘的？在这座神秘的墓葬中，又会出土哪些令人震撼的陪葬品呢？在以往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曾接受过很多文博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求助，让我们到文物现场去进行。 纺织品文物考古工作，其实做纺织考古的确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工作。首先呢，它面对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复杂多变的一个考古现场；其次呢，就是因为丝绸纺织品都属于有机材质，它要求人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最正确的判断，采取最合适的措施。 把这些物质实体以及相关联的一些信息都能够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考古发掘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启动了，它就是一个单方面往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损失了什么信息，再想回头是很难的。所以这就要求仿织考古人员需要有足够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做仿织考古更重要的是，它要有非常好的身体素质。 还有他的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因为做纺织考古都是需要连轴转的，大家在这考古现场非常艰苦的工作，非常高强度的工作，非常长时间的工作，身体不好是支撑不住的。同时，你面对的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古人，当他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很多状况可能你的心理素质也要足够强大。 才能够去应对它、处理它，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些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既然这个接地棒传到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团队手中，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一套纺织考古的程序来对它进行处理。首先，我们把整个棺木进行了一个通体的消毒。这个消毒呢，其实也不能说是特别彻底，但是呢，总是比不消毒要好。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墓葬，它在地底下埋了几百年，它随身带着了很多微生物，我们是不知道的，很多污染物也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时候呢，为了保护我们从业人员的一个安全，也是对文物有所保护的话，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一定的应急的消毒处理。消毒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清理了。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当年满满的一棺材的丝绸，你们塞得满满的。然后呢，封棺材的时候呢，又是用松香封起来的。那么年长日久之后，这些棺壁里的松香跟这个丝绸就紧紧的粘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用一种非常特制的小竹签，扁平状的，要把它这些丝绸粘粘在棺壁上的，把它分开来。否则的话，你在揭取的过程中就会带来。 二次伤害，清理完关闭的年年的丝绸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一一的进行提取工作。这个棺木里面满满当当的塞满了衣服，他的有些衣服呢是放在头部的，有些衣服放在脚部的，他的衣服都是按照他当年的那种折叠的方法，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里面。 我们把这些衣服呢叫做陪葬的服饰，这是因为古人在去世之后，他在入殓的时候，他身上呢一定会穿一套最正式的、最能显示他身份的服装，然后把它安放在棺木当中，然后旁边有很多空隙，就会把他生前所穿的那些衣服呢，把它填在这些空档当中，这个也是为了在。 棺木的移动过程中，整个尸体不产生摇晃。然后这些随葬的衣服呢，我们一一提取。然后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呢，要做记录，要做它的方位的记录，要做它现状的记录。我们整个的工作团队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清理到了整个人的尸骨能够看出来的一个地步了。这个墓主呢？ 服装呢非常齐整的躺在棺木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也是跟考古所专家一起商量过，就是不急于在现场把这个墓主身上的衣服给揭取下来，而是买了一个两米长的一个低温冷藏的一个冷柜，把这个墓主的尸体呢移到那个冷柜里面，暂时的存放起来，我们继续往下清理。 下面依然还有很多陪葬的服饰，还有被子，一直清理到棺木的最底部，那么整个就完成了提取的工作。提取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要迅速的对这批提取出来的服饰、陪葬的服饰一一的进行清理。因为五月份那个时候南方地区已经挺热的了，其实这些服装都是保水的，捧在手上都是沉甸甸的、湿漉漉的。 那么我们说这是保水的纺织品，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官液的组成，其中包括很多，包括地下水，包括尸体的分解物，还有包括它里面的很多石灰、松香的污染物，各种各样的。如果我们不在第一时间里面采用一种最迅速的手段把它给打开平整好的话，这批。 一包一包的衣服，很可能干了之后就会固结在一起，像一块砖一样打不开；甚至就是说，干了之后呢，一碰就会成粉。这个在以往的考古过程中，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面对了这么多件，大概将近有五十多件丝绸服饰的话，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现场清洗。现场清洗呢，主要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四人团队完成。 也是像这样子的，像流水线一样的。当然，那个时候的清洗只是一个应急的一种状态，只是把它一些脏的东西，把一些可能会诱发后续的病害的一些污染，物给它去掉。经过一天的奋战呢，我们收获了一批陪葬的服饰。这些当时下葬的时候都是塞在棺材里面的，填补空当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衣服。 衣服的形制很不一样，有些是圆领的，有些是直襟的，有些是交领的，然后有些有腰带，有些没有腰带。那么，其实最有意思的是有很多裤子。我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南宋的时候，男性穿的很多大量都是开裆裤，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开裆裤。同时，还有中间一款净衣，就是没有裤裆的，只是在腿部保暖用的。 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些袜子，它陪葬的有将近有近十双袜子，有长的，有短的，有棉的，有单的，有些袜子呢好像还是没有开封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超市里买的袜子一样，有一个线钉把它钉在一起，显然是没有穿过，可是用陪葬的。另外还有很多鞋，鞋的形制也有冬天的，有夏天的鞋，各种各样的服饰非常多。那么其实。 这里画面上展示的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共的总数大概在五十五件左右，包括身上盖的被子、身下垫的被子，还有很多鞋、很多袜、裤子、裙子、衣服，基本上墓主应该是把他生前穿着的四季的衣服都放在棺材里面陪葬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深夜了，但是。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到了深夜之后，那一天我们一共清理出五十多件陪葬的服饰，这些服饰呢都被一块块的板放到了黄岩区博物馆的地下车库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暂时完成了这个陪葬服饰的应急保护工作。黄岩墓葬，除了少数的陪葬品外，更多的是丝绸制品。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范围广泛，涵盖了衣服、鞋子、裤子、帽子等。丝绸种类有绢、罗、纱、绫、绸缎等。其服装形式之丰富，丝织品种类之齐全，纹样题材之多样，纺织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百年不遇、世所罕见。这无疑会对中国服饰文化史的研究。 提供巨大帮助。但是，人们在惊讶的同时，也不禁对于神秘的墓主人身份更加感到困惑：他究竟是谁？为何在他的墓葬中会出土如此众多的丝绸服饰？那么，为了解开这些谜题，接下来考古专家们又会从何入手呢？要想知道墓主人是谁，其实最靠谱的根据就来自于考古发现。 也就是墓志，据郑佳丽所说，那是一个男女的一个双穴墓，按照男左女右，那个右边的女穴已经早年被盗掘一空了，但是留下了一方墓志，左穴呢是男的，没有被盗掘，棺木非常好，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棺木里面出土了五十多件陪葬服饰的那个墓主，我们从女性墓主的墓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她是李氏，南宋赵伯云妻。她是在一一九五年，也是庆元元年去世的。然后次年呢，下葬在黄岩县的进化乡的和奥之园。和奥之园呢，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考古工地的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男性墓主呢，他的墓志没有找到，但是这个女性墓主说她是赵伯云之妻，那么可以推断出。 这个没有被盗掘过的棺木的墓主呢，其实就是赵伯云。那么赵伯云是谁呢？我们从墓志里面可以得到墓主的名字。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其他的史料里面继续找呢？好在我们知道，在南方地区修宗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在1993年重修的一个黄岩西桥赵氏宗谱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赵伯云。我们首先来说说西桥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叫西桥赵氏？西桥顾名思义，就是在黄岩县城的西部的有一座桥，就是现在我们照片上看的这座桥。这座桥呢，是一直就有的，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后来呢，有一年被大水冲毁了之后呢，赵伯云出资重修的这座桥。这座桥呢，因为它有五个桥洞。 所以到现在为止，黄岩人民把它叫做五洞桥。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中国人以修路、建桥、修塔来作为一个积善行德的、福积乡里的一个好事。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赵伯云他生前住在西桥附近，他呢又举资修建了这个西桥，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当然也是非常具有经济实力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呢？关于赵伯云，我们可以在《黄岩西桥赵氏宗谱》里面可以找到更详细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赵伯云呢，他是第七世孙，他的父亲呢赵子英是第六世。这个世是指谁的呢？其实讲的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七世孙和六世孙。 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南宋的皇岩的古墓，它不是一般平头老百姓的古墓，它是来自于一个赵氏宗室的一个后代的一个古墓。我们说，在中国的历史，宋朝分成北宋和南宋。那么在赵子英，也就是赵伯云的父亲这一代呢，他是从。 开封一直南迁到了浙江黄岩这一带。据史料记载，他的父亲赵子英呢是当了黄岩县的县丞，也就是说官不大，其实就是一个副县长。但是赵子英呢在这地方休养生息，乐不思蜀，也觉得这地方也挺宜居的。在这地方一共生了六个孩子，赵伯云呢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所以说，赵伯云是赵匡胤的七世孙。 赵伯云的一生呢，也比较顺风顺水。我们在这个宗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呢是在绍兴二十五年出生的，也就是一一五五年出生，在嘉定九年去世的，也就是一二一六年去世。他享年呢六十二岁。他这一辈子官当的并不是很大，在史料里面，他当官当的最大的呢，就是到了平江府。 当了一个县城，也就是位居不是很高的官品的一个官员。后来呢，他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说的是通义大夫，死的时候其实是朝廷给他的一个虚衔。通义大夫呢，相当于四品。我们就可以知道，赵伯云的一生呢，其实还是挺顺利的。赵伯云在黄岩修五洞桥，居住在西桥，然后呢，生了三男三女。 其中，他的第二个儿子非常的争气，在嘉定七年的时候呢，中了进士，能够高中进士，那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当嘉定九年赵伯云去世的时候，他一定心里是怀着非常大的满足，含笑九泉的。从中谱里面，我们还可以知道，赵伯云的后裔呢，后来也没有待在黄岩了，他继续迁，迁到哪儿去呢？ 迁到了温岭市的一个大西乡。听赵氏后裔说，一九四七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族人还曾经来祭拜过赵伯云的墓。到了一九四九年呢，那个时候还能够找到一些墓前面的一些牌坊之类的一些地面建筑。所以我们说，开始的时候那位杨姓的村民在自家宅基地建房子的地方，其实当地。 把这个地方就叫大坟，就是一个大坟墓的意思。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的的确确是有一个南宋的一个宗室的一个大坟在这个地方。到后来的时候，慢慢的这些族人也找不到这个大坟在哪儿了，也找不到自己的先人在哪里了，就慢慢的淹没了。直到这次赵伯云的墓被发现，他们的族人呢又带着宗谱来寻宗认亲了，这个也算是。一。 历史的一段机缘和巧合吧。我们从中谱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当年的名门望族，他们修中谱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从赵伯云的夫人李氏，她的生、卒、葬的年月日，跟中谱记载的几乎一字不差，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可以从中谱里面可以窥见到。 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家族所折射出来的历史的一个状况，从这个宗谱里面，我们也可以在《宋史》里面找到相应的一些证据，《宋史》里面记载赵氏宗室南迁黄岩，也讲的就是这个跟这个宗谱里面所记载的人和事是非常关联在一起的。观众朋友们，考古是一项非常令人遐想的事业。 因为它总能给人意外，给人惊喜，当然有时候也会给人失望。通过南宋赵伯云墓的考古发现，我们就打开了一个南宋时期宗室子弟的一个风雅的一个衣橱。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围绕着赵伯云的话题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历经八百年，他的服装、他的尸身能够不朽呢？ 南宋的丧葬习俗是怎么样的呢？同时，暂居在低温冰箱里面的赵伯云的尸身，他身上穿的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是如何对他进行后续的保护处理的呢？明天请继续关注《百家讲坛》，我将为大家一一解密，谢谢大家。